他是个独生子，是，嗯，家里四个孩子啊，嗯，四个孩子叫独生子，那仨是闺女啊。您说独生儿子那是？对对对，他家里三个姐姐，哎，一个男孩，嗯，所以他是个独子。对，还独子，独子啊，那骂人的话，独子，独生子，独生子，三个姐姐，嗯，珍珍、莲莲、爱爱，这《西游记》上收回来的是吗？不像话，不知道叫什么啊？啊，仨姐姐接触的少，嗯，跟谦儿哥我们最好。那是，说相声里边最有钱就是他。怎么又？我认识他那会儿，80年代末我就认识他。是，于谦那个，哎呀，嗯，一见面晃得我都睁不开眼。什么晃？大金戒指。啊，戴那么大金戒指？大金环。金？干嘛？我刚耕地回来是怎么？半金，纯金的还在戴着。啊，那厉害。哦，很厉害，哎，戴着大翡翠在这儿，啊，胸前戴一翡翠，哦，那时候我就戴翡翠。哎呀，我见过也好多啊，兵种的，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但实话实说，没有他这块水头好。哦，这老坑的东西，那绿的都不行了，你觉着那个水都荡漾，就那么好吗？走近一看，啊，风油精。哎，嗨，那没洒出来就是好事儿。我说怎么还荡漾呢？拴一绳挂脖子上，哎呀，驱蚊子呢那是，哎，就别抹了，别抹了，啊，这一抹一看，好人手上这大戒指，哦，大戒指，宝石的，呵，祖父绿的，啊，祖父绿的，啊，那叫祖母绿的，祖母绿的是吧？啊，有钱，啊，因为那会儿80年代末的时候，谦儿那会儿还在团里边上班呢，啊，对对，还有月工资呢，是一个月挣800块钱。那时候是这样，我的天，列位啊，80年代末他一月挣800块钱，对。后来咱一想，对，应该他挣800块钱，我怎么就应该挣800块钱呢？有一个成语说得好，说什么呀？千儿八百的，哎，嗨，您说这都不挨着啊，千儿八百的，就是于谦应该挣800呀，千儿八百的啊。那会儿啊，一大帮人跟着于谦混呢，啊，都怕他呀，有什么可怕的呀？往这一站，弟兄们。哦，别抹了，行了，这再抹就不荡漾了。嗯，以后有哥哥照顾你们，没那么些蚊子，必须听我的啊，顺我者昌，哎，逆我者瓢，哎，嗨，好家伙，这两样我们家包了。嗯，不听话我就要诅咒你，还诅咒，组织人揍你。哎，没什么文化，我的外号是步行街。什么叫步行街呀？不行就骂街。你这都跟谁学的？这都是怎么那么乱呢？这里厉害呀！啊，那会儿你像咱们那会儿北漂啊，啊，漂在北京，瞧见这个地头蛇一样的英雄，什么地头蛇呀？谁敢惹？咱还租房住呢。啊，人于谦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了。是，那倒是。当然，那会儿你让他买个别墅也是天方夜谭。那我住什么呀？他那会儿买了一套那个毛坯房啊，就是。不带装修，你先等会儿吧。哎，我租一黄色录像厅住着的。什么叫买一毛片房？不带装修那个，那个那叫毛坯房。毛是吧？你就甭捋这舌头了。哎，我就冷静冷静。啊，这嗨，行了，你回来吧。啊，毛坯房。毛坯房。对，还有辆车啊，有辆车，列位，还了得？又当年他开夏利。嗯，小车开下半箱的夏利啊，半箱的不是怎么一箱？这两箱下反小夏利，啊，那就算不错了。那时候有车确实早，开车在街上，啊，这么跑警察，这逮！一定是于谦，怎么就非得是我？因为没有别人呢，谁趁私家车呀，啊？路上就我一人，那可不会啊！哦，逮着！嚯！街道居委会老太太们也是逮他，逮于谦，老太太们在路口等着。哎呦，车一过来，老太太办他。哎，得，岳云鹏就跟他们学的吧。好，给谦儿给吓的，啊，给老太太给疼的。哎，对，还真办上了这个啊。嗯，后来就开始好了，换了个桑塔纳，啊，那就提升了。呵，后来他跟北京这查酒驾的警察们都熟。我跟他们怎么就那么熟？你看他嘚瑟呀，车一停。人警察吹，哦，谦儿看看人家，嗯，我趁8000个亿，我有无数的房子，
我们家可有钱了。说这干嘛？我还能再吹得更厉害一点啊。吹牛啊，让你吹这一气，那是净这个，净这个、啊、要不开开车。哦，人警察拦着拦着拦着，于谦干嘛老拦我？车怎么开得这么快？喝酒了吧？啊，噔，一脚把车踩住了。啊，警察过来，没等警察说话，哦，于谦抄起瓶酒来，看着啊，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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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哎嗨，先刹的车，再喝的酒。哦，呀呵，你给警察来一巴扎黑。警察看着他，嗯，下来。哦，我俩同事在你车底下呢。好家伙，感觉跟喝酒没关系。这个我们得有好几年没看见于谦。那是我进去了，那是、嗯、后来放出来了啊。自己也说我错了，我要改过自新。哦，改过自新。一帮哥们得了得了得了得，行，是接个风吧。哦，洗个车带于谦那个洗个澡。哦，咱泡个温泉吧。好好好，呼噜呼噜都去了啊。很遗憾，怎么到那儿这温泉泡不成了？因为什么呀？锅炉坏了啊。那是温泉吗？那个水太凉，都冻上了啊。是锅炉没烧。得了，找别处玩去吧。哦、嗯，开车，有野生动物园。哦，去那儿了。开车还是那么快。野生动物园，在里头那么跑，动物都躲的呀，都躲的。哎呀，都躲的啊。动物都比我明白。咵、哎，踩在这儿了，有大象。哦、是。于谦乐了。嗯。臭不要脸！谁说的？这是我爸爸告诉我，你撒谎。匹诺曹是啊，这两样别混啊！这俩人不是不是一回事吗？这不是，那不是我说的啊！好吧，好吧。后来闲下来，我就劝他，嗯，我说谦哥，嗯，您差不多了，什么差不多？岁数也在这儿了啊，您应该干点正事儿了。您这劝的倒对，真的，你说我这也确实是，皇上不急，太上皇急，是吧？什么俏皮话啊！这是没有那辈儿，怎么说？皇上不急太监急。是啊，你得往好处学，干点什么啊。他们老爷子也劝他，哦，谦儿啊，别惹祸了，哎，干点正事儿吧。对，我这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哎，这嗨，别老说用用没有是吧？没有这话。嗯，谦儿想了，我要干点正事儿，这就发誓要拍电影。嚯，在我们这行里边说相声拍电影，于老师排的前三位。哎呦，没有的。你要说出去给人串戏去，对说相声来说不叫事儿。哦，关键人家要自己运作一部电影。哦，组织运作，先找编剧，从写本子开始。没有好故事怎么拍戏呢？说得好。于老师认识一编剧，是吧？这个编剧很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原来是个待业青年。哦，经过努力成为一个资深的失业者。哎，就是一直没工作呗，那就是。嗯啊，在家里边写东西，笔耕不辍呀，一直在写，写了很多优秀的剧本，都有，比如那个。罗密欧与罗密欧，干嘛同性恋呀？是怎么着？什么话？罗密欧与罗密欧干嘛呀？跟谁？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伽利略。哎嗨，不是什么？不是朱丽叶。朱丽叶，对，朱丽叶。哎，还写过一个古装的大片，叫《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剑的一个太监》，岳云鹏演的吗？没有这戏。好，这戏当年投资3500万。那时候卖了40块钱。哎嗨，那就是赔了呗。于老师找到他的时候，手里边正有一个文学性很强的剧本。哦，有本子了。哎呀，这个本子文学性很强。怎么？这名字就好听，叫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因为有的是蛆。哎嗨，后边这半句太差劲了。把谦儿哥爱的呀。啊，我就是那个蛆啊。啊，行了行了，我就爱后半句是吗？这是献给我的本子吗？谁说的？要你这个剧本了，就要拍这个。哦，就买了。对了，哦，还得找导演呢。那没有导演怎么拍呀？巧了啊，认识一个导演。我朋友关系也多。这个导演也是跨界过来的。他以前是干什么？以前是律师。哦，就是韭菜吃多了的那种人。你哎，你有没有丧过学？嗨，什么叫律师啊？律师是一个工作。就是别人打官司，他负责车和的那个。这什么叫车和？窜登。我去，那律师。哦，啊，对，律师，师啊，律师，对，律师，律师，对，那个手法啊，啊，那会儿在律师行业也是这份的。
啊，顶尖人物，好多人求到他打官司。哎呀，这个人可能得判五年，您想办法吧。哎呦，他一介入，直接改死刑。哎，好嘛，往那边打的律师，经过他手死二十来个人了。哎呦，后来大伙儿联名给他从那行 K 出来的，戾气太重。哎，做了导演了，哦，就跑这行来了，做导演了，挺好。哎呀，还得找个投资方啊。哦，给钱呢。天无绝人之路，我又认识于老师，找一大投资方。谁呀、啊？这主光古玩店趁40个，古玩店40个玩古玩的。你要说你趁报摊趁100个也不值钱。嗯嗯，古玩店趁40个，好家伙，连锁的。哦，店门口金字的牌匾写的什么呀？古玩2元店。哎哎嗨。哦，这卖什么的呀？这是两元。进门给你塑料的钳子，哎呀，里边拿，出门结账，得一斤多少钱？哎，不如馒头值钱。那是，还趁一个运输公司。哦，这运输公司还可以，就在北京雍和宫的外边，那运输公司是人这老板的。城里边啊，雍和宫的外头啊。哎呦，什么公司？宫外运是吧？我嗨，不怎么样。雍和宫外头的运输公司。哦，给于谦看，拍戏用多少钱？你说，他给。看我的存单了吗？啊，1亿8000万！我的妈！看见了没？啊，眼睁让你瞧着，嗯，都存在儿童银行呢。哎，不，他这么说我就信呐，信了啊！万事俱备，只欠女一号。啊，这得有。你看，有人给介绍了，你看，都介绍一个女模特。哦，模特好，可惜就是还是车展的模特。车展的模特也好看，叉车车展。哎，叉车车展的模特。是模特就行，之前一直是农用三轮车的那个模特。哦，这还提升了一档。后来提升改叉车，姑娘挺好，就是有点罗圈腿。罗圈，那这在镜头上不算褒贬，反正罗圈腿稍微大了一点。怎么罗圈？反正要穿个旗袍吧，这俩腿在外头。好家伙，哎呀，这坛子成精了，这是啊，俩小腿在外边支着，哎呦，倍儿圆。嗯，背上个发动机就是车。哎呀，啊，改汽车了，跑得快，那是啊，突啊，就看着就是个试戏的时候跑了，你们都吐了。哎呀，好多人看他都晕车。好嘛，哎呀，太棒了。哦，脸长得还行。哦，脸还不错。如果整容的话，只需要2块钱。那不错。哎，1块钱啊，坐公共汽车去。嗯，大夫说弄不了，1块钱又回来了。哎嗨。没有必要再动了，那就是。嗯嗯，万事俱备啊，谁演男一号？谁男一号？只有于谦老师。我投的钱。他心里边有想法。我想什么？进这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潜规则女一号。我潜规则一汽车，你合着？择良辰选吉日，开机就是今天了，这就动手，各部门准备。你瞧瞧，头一场戏，开拍，女孩背着男孩跑。嘿，见长，姑娘准备好了，啊，旗袍都撩起来了。那是，于老师趴在后背上啊，姑娘准备，跑出去，1分钟3环转2圈。好家伙，交警们这通喊呐，喊什么呀？快接着他吧！怎么了？于谦又玩独轮车了！去你的！下面请您欣赏做梦专家，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谢谢这大哥啊。嗯，哎，好，谢谢啊。哎，我也发现了。嗯，哎，行了。嗯哎呀，行了，少说两句。嗯，刚才是孟鹤堂，对，小孟，周九良啊，是我俩徒弟。嗯，让他们俩下去休息一会儿。哎，换上我和于老师来了，我们说一段，好感慨啊，是吗？好久没怎么说相声了，真是。嗯，小一年了。嗯，去年演完了，坐在这后台，累得跟什么时候，就说，哎呀。嗯，要能踏踏实实歇一年得多好。嘿，你瞧瞧，心想事成啊，你这嘴开了光了。那是啊。嗯，这个也不叫事儿。是吗？啊，人生一世什么都会遇见。哦，啊，这不挺好了吗？是啊，天下太平挺好，日子还得过。嗯，多开心。
又说相声哈、啊嗯，你要是老不说相声啊，啊，观众爱瞎想，这能想什么呀？这帮人出事了吧？德云社啊，准是有问题了。这能一帮人都出事，都谁？高峰，高峰啊，啊，可能是上泰国做手术去了。想多了，可能。嗯，再回来能生一大胖小子。啊，嗯，孙越也出事了。孙越也做手术去。孙越抓起来了。哟，这是刑事案。嗯，啊、嗯，孙越跟人家裸聊。哎，裸聊，结果对方吐了。太腻了，因为人家吃素。哎，对。所以报警了，现在那是恶心了。孙越出事了、嗯、郭德纲也出事了。是啊，郭德纲不会开车愣开车。哎呦，他儿子给他买一个嗯劳斯莱斯、嗯、这还是豪车呀，开着车就掉沟里头了，交通事故。嗯，哎呀，于老师也出事了。我能出什么事啊？于老师正挖沟呢。嚯，好家伙，劳斯莱斯掉下来了。哎，好，这我砸死了，合着是。哎，所以说、啊、得好好说相声。对了，咱们又没有别的手艺，只会这个，就会说相声。大伙儿看着咱们哈哈一乐，嗯，对咱们来说这是多大的荣幸，这就是成就感。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对，谢谢各位，谢谢。嗯真说了，我们俩合作20年了，是多快呀！太感慨，好，咱，嗯，一块儿说相声都20年了。你瞧，20年、嗯，那等于我认识嫂子就是21年，是吧？你老跟他比什么呀？你怎么会认识他就21年？我得批评你们，你们不能这样啊！你说我这话写在纸上，你说哪句有毛病？对吧？写哪句都没毛病，您说他干嘛？我这么一个正人君子，都让你们给带乐坏了。我说您这人才不信呢。不是真的，就是你们闹的。人嫂子也跟家看视频，看完他也不乐意。能乐意吗？你哎，一见我，我跟哎，你别走啊！你跟网上你台上你又瞎说了吧？可不是吗？你招的观众就笑话我啊啊！我说没有嫂子，咱们都台上说着玩嘛，你以后少说、啊、知道吗？真是记住了吗？ 啊记住了。嗯，真是嗯、啊、这天那么冷，穿秋裤了吗？哎，管着管不着啊。他我说这穿了，你少来，你准没穿啊？你过来干嘛呀、啊、什么？穿秋裤吧，看看不要去、嗯、我这转的也太快了。这个写下来哪句有毛病你告诉我、哎，哪句都有毛病了，说到这儿也谢谢各位成全我。什么呀，你这我们这都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啊，倒是发小。我真的，我看着谦哥，其实有时候特别感动。怎么了？都有白头发了。你这岁数到了。那个小的时候，我认识他那会儿、嗯，哎呦，那个小脸蛋啊，粉嘟噜的。嚯，好家伙，怎么还打一嘟噜到这儿？一掐一兜水啊！啊，您太使劲了。那个嫩呢，你看这岁数年轻。小时候我们在学员班那会儿啊，他外号嗯叫小阿哥。小阿哥，哎，还珠格格都看过吧？阿哥，哦，小太子，养尊处优，富贵人家，嗯，他叫小阿哥，这那么洋气。我叫皇阿玛。哎，我们小哥俩那会儿啊，说实在的，不是哥俩了，不是哥俩了啊啊，您都成我爸爸了。您别净说这个玩笑话，谁弄得还跟你开玩笑，弄得我怪臊疼。谁呀？就是一块长起来，就这份交情啊，20年没红过脸啊，没拌过嘴，哎，就是这么好。我看着他也高兴，嗯、他看着我也高兴，这不挺好吗？他问我穿没穿秋裤，我说我穿了，他说没穿，他不信。这是跟谁说呢？这是啊，哪儿怎么又穿秋裤的事？跟谦哥啊，您说清楚了，确实这么厚道啊。亲哥哥也就是如此啊，关系真好，本性善良，就是说我呢喜欢小孩，喜欢小动物，
啊，这就善良吗？您记着啊，爱小动物的人，啊、都是这份儿的，对，心善。我上家去，好家伙，我一进门我就乐了。怎么？跟家那招猫递狗呢？嗯，你瞧这词儿就不好听。不是招猫递狗，养小猫了，也养小狗了。哎，逗猫逗狗呢。啊，小狗在这儿待着，小猫在这儿。啊，他过去打那猫，啊，想让猫误会是狗打的，好打架。嘡、啊，猫一回头，他这乐了，狗打的。我说这干嘛？我说这干嘛呀？我家里没人，我自个儿还往沟里跳呢，合着你就多单纯善良。我这叫啥、啊？这个养小动物，什么动物都养，都喜欢呢。养那个宠物猪，你说这他啊，小香猪这么大一猪啊，我一看，好家伙，我看见猪，我真是感动。您怎么又感动了？那猪残疾猪，我给收养了，三条腿后边有条腿装一个木头腿，假腿，跟那儿嘚儿嘚儿那么走。还养呢？你说那那么个破猪，他还养啊？就感觉说这人善良。你瞧，过两天又去啊，这猪两条后腿都是木头，又少一腿啊。再过几天，前腿也一条木。谦哥，您这猪怎么了？是啊，兄弟，啊，这么好的猪，嗯，你舍得一次吃完吗？嘿，好，留下顿呢，还感情好，吃猪啊，让人感动。啊！一晃二十年下来，要感谢谦儿哥对我的帮助啊！您太客气，因为说相声嘛，天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就是聊天嘛。但是最难也是我们，那倒是不好说，不容易。嗯，老得研究，都得琢磨语言的艺术吗？啊，哪怕一个儿化音，我们都得琢磨搁在哪儿合适啊，这是得研究。你看嘴里边差一丁点儿，观众听着会觉得别扭。没错啊，谦儿哥啊。谦儿后边加一个儿化音，嗯，谦儿哥，对，这就行，嗯啊，谦哥就不好听，他就不好听，对，单摆福哥也不行，啊，谦哥儿，你看这，就儿就不要是吧？啊，阿哥说的对，啊、谁说的呢？你就不要，我们就老得研究这个，是，你看，包括有时候说话的时候，您发现没发现？您也是啊，啊，有时候说话爱比划，怎么叫比划？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只能通知你。嗯，不，哦，这就一边说一边比划。我那天就琢磨这个，你看，嗯，一个字俩字哈，简单点还行啊，笔画多了也不行。笔画多了，比划不怕。今天邀请您各位，嗯，咱们来一场饕餮盛宴。菜凉了，嘿，菜凉了，回来吧，快写完了，这行了，行了。对，这都臭了，这都。你看，你、啊、别人不研究，我们就研究。啊，你包括，嗨，你呀、啊，别什么什么不什么的了。什么啊？我很天真，你呀、啊，别什么天真不天真了。啊，你这个字儿多了也不行。啊，多了怕、啊。我认识于谦，什么于谦不于谦，这都行。啊啊，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想起那诗来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呀、啊啊，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你说的对。哎，嗨、哎。不抬杠了，这个就得研究。那是说相声得走脑子呀。啊，对，我们不能落后。现在网络时代，人上网一搜，贵为什么过去说相声好说呢？嗯，对吧？那观众就老在这儿待着，听这一段，听完了明儿来，他得会一段就好干。嗯，现在你台上一说，人家把手机掏出来，夸一搜，你这胡说，哟，现在观众不好骗。什么叫骗？所以说要求从业者，我们都得有手机。嗯，啊嗨。就这基础啊，你得赶着他之前先搜出来，老得搜，你要不然怎么弄啊？啊，否则的话，我们就被时代的草鞋抛弃了，还穿草鞋呢？我们要追上社会的鸡毛信。呵，好家伙，没多快，就得研究啊！您这琢磨，就不研究，我真特别爱研究。您勤奋，因为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嗯，没有用不上的，你说都能用得上。你比如说最近我就研究这个，研究什么了？研究做梦。这做梦有什么可研究的？嘿，列位啊，没有人没做过梦啊，可以说是都做过梦，除非您家里没有床，是吧？啊，这嗨，你躺地上你也得做梦啊，就是啊，对不对啊？过去中国人老研究这个梦啊，哎呀，做梦怎么回事？梦见这个怎么回事？梦见那个怎么回事？啊，其实科学家讲话了，所谓的做梦，人休息了，大脑皮层没有休息，哦，他还在工作。嗯，把你之前的一些个存储的记忆释放出来，哦，结合你白天所接触的一些个场景、一些个事物，
把它再现出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过去确实街头算卦的，还有给你圆梦的，嗯，是吧？说是梦见水就好，水怎么好？发财。哦，水代表财。哎，于老师做梦，汪洋大海这么些水，这就说明要发财。哦，一睁眼，嗯，尿炕了。哎。这泡还挺大，那是发大财了。哎，这行了，这不至于。哎，梦见水就好。哦，梦见鱼怎么样？也是发财的意思啊。鱼也代表哎，富裕啊，富贵。其实很牵强啊，有余剩的钱，梦见鱼好啊。说这个梦见小小子不好，小男孩怎么不好？说这是有小人。哦，这代表小人。嗯，小孩嘛，小人嘛，对吧？ 哦，梦见女孩就好了。女孩怎么样呢？哎，女孩是贵人。哦，女孩叫千金嘛。嘿，哎，是这有贵人扶持。哦，这么解释，说梦见上月亮上摸一把，哟，这代表什么呀？说能当皇上，这这么好？这个不准。怎么不准？我梦见300多回了。您现在呢？还说相声呢？哎。那就说相声嘛，我也没看见三宫六院啊，啊，所以这个梦的不准确啊，这下回别梦。嗯嗯，努力啊，努力。还有一种说法，梦是反梦。哦，有这么说的。各位准听过，梦是反梦。是是是。哎，梦见上面牙全掉了。哦，这个别害怕啊，没事。反梦。反梦就是下边牙全掉了。嗨，那还得怕呀，这个。你看这挺有意思。是这么解释吗？我在我们后台说相声这帮，他们谁做梦都爱找我聊。您会解这个？我爱跟他们聊这些，就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哦，嗯，你比如岳云鹏，岳云鹏做梦找你了，师傅做梦了。哦，好好说，别见起浪当的 啊。先说梦，梦见什么了？我害怕。怎么了？害怕什么呀？嗯，我昨天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条牛，哟，在山上吃草啊，孩子。这就是个梦而已，对，别往心里去，不是真的。我一睁眼，床上那凉席儿没了，好家伙，吃了，赶紧上医院摘去吧。哎，对，赶紧摘去。嗯，你说这怎么弄，对吧？啊，包括我们这儿那高峰，高老板也梦啊，高老板也梦，高老板差着，高老板他媳妇儿，他怎么了？高峰的太太，他媳妇儿一睁眼，高峰，怎么了？我梦见一个嗯大钻戒。这不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看，高峰乐了啊，跟我来这一套，明白了。行啊，那个我先上班去，哦，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梦见钻石是什么意思啊。还有点小情趣，媳妇儿高兴坏了。嗯嗯，等一天，好，晚上高峰下班，嗯，拎着那个包装盒就回来了，还有礼盒搁在这儿啊，媳妇乐坏了啊。梦见钻石什么意思呀？是啊，打开看看。哎，自己看，真好。打开包装，蝴蝶结都拆了。嗯，是什么？里边有一本《周公解梦》。哎，真是让自己看呐。看吧，我不是看吗？以后就不用问我了啊。哎，对，嗯，那你说每家日子不一样啊，多缺德呀。高峰就这样啊，嗯，挺好。孙越他们家也爱做梦。孙越也找您了。孙越各位都知道哈，大胖子，我们这说相声的大胖子，哦，300多斤，是站在桌子里边几乎都快漾出来了。这些词儿用的，他那裤衩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好家伙，就这么大，巨胖无比啊。啊，哎呀，他媳妇儿特别好，两口子特别好，日子很好。是吗？两口你想跟孙越一块过日子，那个玩意儿是吧？啊，他得多能吃肉啊，是吧？嗨。晚上睡觉，孙胖子还得躺在床里头，他喜欢睡里头，胆小。哦，别看这么胖，他胆小啊，他老怕人家偷他肉。谁那么爱吃这肥的？也是小时候穷怕了，睡觉他得躺里头。嗯，小喜躺在外头，别提小喜了。哎，睡着了。嗯，睡着了。孙胖子，你想那个身体，他这个他不是特别健康。哦，怎么不健康啊？太胖了。是，哎，夜里呢上厕所的次数就多。哦，有点嗯，啊，这样子了。嗯，好家伙，哎，一咕噜，嗯，咕噜下地上厕所。哎呦，一会儿再回来，一翻身又咕噜回来，上床。哎，他睡着了，他媳妇哭醒了。那是做梦了吗？做梦了。梦见什么了？梦见车祸，大卡车来回压2趟。好家伙！
好。哎呀，有那么沉吗？这个，您那真事儿吗？哦，小喜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所以他容易做梦。哦，他这工作上那边的事儿。哎，工作压力太大了。什么工作呀？搬砖的。小喜。小喜。哦。工地搬砖。啊，干粗活。呼，好家伙。能干。你别看他一个女同志，他一个人盯四个农民工。能搬砖。呵，白天搬一天砖。嗯。晚上回来做梦又梦见搬砖。好、哦、嗯。早晨起不来了。那是搬一宿一天，你这玩意儿。这后来孙越说：“我给你换个工作吧。换”换了吗？哎，找朋友给他媳妇儿换工作。啊、换干什么了？卖保险箱。保险柜。呵，他媳妇儿一个人能抱俩。啊？盯八个农民工。啊、还不如搬砖呢，这个。啊？你说这玩意儿、嗯，你不服行吗？我也做梦。啊，您当然也可以。我也做梦 啊。做什么梦？哎呦，晕晕乎乎的。哦。哎，就飞起来了。啊，您能飞了，飞到飞到天上了，啊啊，看见上帝了，您都见着上帝了。啊、您好，客气，我是郭德纲。小郭同志来了啊啊，那个让他们炒菜，这炒菜炒菜，准备酒，大排宴宴，好好的款待郭德纲先生。不，干嘛这么热情呢、啊？我那必须的。为什么？这么些年，终于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哦。嗯，剩下都下地狱了是吗？好家伙，就一个，坐。哦，不不，您坐，兄弟，来来坐坐。嚯，称兄道弟了。哎、点一颗，还让烟、啊。我不会抽。哦哦、啊，你喝水 啊。最近忙吗？这上帝怎么那么厌气呀、啊？这啊，挺好的。嗯、啊，是。托您的福，挺好的啊！挺好的，完了。行行行行，这行了，来了咱们好好聊一聊。哦，是，我说我也没来过这儿啊，啊我也不知道我需要做什么，嗯、没有什么啊，不没不需要。你来到这儿了，就肯定会得到一份奖励。你给个职位啊？你想做点什么？嗯、啊，或者你有什么特长？哎，你说的特长，我说我就是会说相声啊，老实，哦，善良，嗯，说话算话，嗯、啊。爱世间万物胜过爱我自己，你住口！我不会把我的工作让给你的。嘿哈，这你要抢上帝的活嗯嗯，说点别的吧。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很单纯。哦，你好歹说一个。对呀，说点什么呀？对呀，我说我就是天天总工作，也没有工夫出去什么喝个咖啡呀、啊、看个电影啊、逛个街什么的。可以。什么叫可以？你现在尽情的去逛街。哦，去玩喝咖啡荡秋千都可以。哦，跟于谦的媳妇儿一起可以吗？怪害臊的，好害羞。这上帝怎么那么缺德呀、啊、这上帝什么话？这叫这废话，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干嘛跟我媳妇儿去？就是我们就这种哥们儿之间这个交情。谁哪儿哥们儿？我一看勉为其难吧。啊，哎，反正在梦里边我跟嫂子我们俩荡秋千喝咖啡，啊、哦，看电影，你瞧，泡脚去，还泡脚，洗澡去，哎，出去，洗澡去，像话吗？不是，他洗他的，我洗我的呀。你以为呢？啊，在同一条河里头。哎，这嗨，别提这个。很高兴，突然间、啊、醒了，哦，还挺伤感。醒醒了吧，正高兴的时候，嗯、这就说明我不拿谦哥当外人。而且我怎么没觉得？我转天醒了之后啊，我白天我还找了去了，找我干嘛？哥跟您说点事啊，昨天做梦，梦见跟嫂子那个吃饭、嗯、喝咖啡、看电影、荡秋千。哦、实话实说，对吧、嗯？实话实说，但是好像他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好。啊，您也能瞧出来，合着。嗯嗯嗯。啊、嗯哦，我说完了，我踏实了。啊、我不会有任何瞒着我哥哥的事情。你是踏实了啊！我做个梦都告诉他。哦，我走了。哎，他这不行了啊！啊，想，哎呀，犯愁了。可不是得犯愁吗？心窄，这叫心窄啊！把孙越找来了，要跟孙越聊这个事儿啊！我要倾吐一下啊！嗯，胖子，嗯，啊啊，别比划了，您这。郭德纲做了个梦，嗯、啊，梦见跟我媳妇儿。
喝咖啡，嗯，看电影，是荡秋千，对，你说我怎么办啊？不至于变这么快，你知道吗？怎么说着说着就变呢？我怎么办？行了，孙越都傻了，啊，还有这好事呢？啊，好事，你怎么想的呀？不是啊，兄弟，你糊涂。对，他们两个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嗯，我的那些个钱就保不住了。想的是钱呢，我那些个钻戒啊，我的大项链，我的手表，嗯，我的现金，没媳妇什么事？他们俩要全给我拐走了怎么办？哦哦哦！孙越一听傻了啊，哥哥说的对，想起来了。但是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让我媳妇啊，嗯，给您弄一保险箱来。他上这儿推销来了，弄来吧，弄来管用吗？一会儿小喜给你背了一个啊，这付过来的。哎，来了啊，钱可踏实，保险箱就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就有安顿了。当天晚上睡觉没有睡得这么好的了，心里踏实的，特别放心，是吧？转过天中午还请孙胖子吃饭呢，我得谢谢他呀，兄弟啊，敬你一杯，高兴。真喝。哎呀，嗯，我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可以放你嫂子出来？哎，我把我媳妇儿关里了，我这概念有点混乱了。我觉得这是做梦引起来的后果。哦，但是要说做梦，嗯，没有比谦儿哥做梦做得好的了。你想，我也是做梦，人家梦的都是美梦啊。我做什么美梦？于老师做梦啊，梦见自己是一个大学生。嚯！大学应届毕业生啊，刚毕业，专业学的是按摩，有这戏吗？这大学啊，没有吗？没有，哪有按摩戏呀？对不起，我因为我离开大学的时间太长了，我啊，好，谢谢同学们，谢谢啊。谁跟你同学？这么同学们啊？哪儿啊？反正于老师大学生就没有那戏啊。毕业之后，那就整个社会上就都吓傻了。怎么吓傻了？来了个人才。哦，就我就有能耐，嘿，什么都行，有本事，那是画画也好，哦，这也行。于老师画虾，嚯，呵，画的跟天妇罗似的。哎，我画炸好了的虾呀。呵，你看他的画，你准得流哈喇子，就那么馋，太棒了啊！哦，到杂志社去当编辑，文学我也可以。哎，国外的大杂志请于老师当总编辑，你看看，国外有一个花花公子。啊，花花公子的那个叔辈兄弟的杂志社，那叫什么名字？花子公子。啊，我这要饭的儿子那儿干活去了，嗯，反正就是梦里边嘛，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哦，就那儿了。突然间又变了，又上哪儿？于老师变了，他到这个到夜店去工作。啊，这上那儿做了一名 DJ。哦，夜店里边有 DJ， 就站那儿哟，玩那电磁炉，哼，啊，电磁炉，我在烫着，我给不是他们有一个滋儿的滋儿的滋儿，什么？它是不叫电磁炉？您呢？反正不 打碟去了，上那儿不懂不懂不懂，那，啊，不懂别瞎说。反正到最后，于老师事业有成，我这好都摁锅里了，我有什么成啊？我那事业有成啊，成为一个大企业家，哦，做买卖成功了。哎，你成一个大企业的，你叫撞死人。创始人，创死个人，创死人，不是，你是头一个发展，你撞屎上了，那个不是，怎么那么恶心呢？不是，你是个撞屎的人，不行，那叫创始人。哎，对对，创死人，他创死人，还是撞死一人，嗯，反正事业有成吧。啊，就说有成，哎，事业有成，然后你就上天堂了。我刚有成，我就上天堂了。哎，上帝哟，啊，谦儿啊，他认识我。快快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嚯，走错地儿了吧？谁走错地儿啊？我也奔那儿去似的。你下边，我就该上这儿来。啊，坐坐坐坐坐。哎，哦嗨，您好啊。不会吧？会会，我也没羞没臊啊。哎，这你要是肺癌死的天堂上可惨点儿，你知道。你都到那儿了，你因为抽烟死了就不合适。啊啊，行，你抽完就走吧，好吧？干嘛糊弄呀？不是郭德纲来还大排宴宴？是啊，今儿个就咱俩不值当的起火，真的。怎么就不值当？你抽一根就回去吧啊！
你上这干嘛来了？我这上来，我不知道，我瞧瞧您来。对呀、啊，你等会儿。嗯，你父母也在这儿。哟，我们老爷子老太太都在。呵，一回头啊，一道金光，于老师的父母，慈祥的老爷子老太太，嗯，手拉手也站在这儿了。你看看啊，嗯，上帝一瞧，来一颗吗？我说他行，不抽，一辈子不抽，是不抽的全让。多大年纪啊？嗯，我们老两口啊，啊，都70岁。这是我儿子啊，哎，这是我儿子。都知道了。嗯，上帝啊，我儿子知道了，怕不清楚吗？啊，这现在全清楚了。嗯嗯，好好好啊。嗯，哎呀，老两口子一辈子做好事儿，今天到这儿来有什么想法吗？哦。老头说：“我一辈子安心工作、哦、啊，就特别想现在有时间了，我要周游世界，这是一个愿望。”上帝一挥手，哦，一沓机票，嚯，给您，这是尽情的去玩，全是世界各地的、啊、去玩吧啊！你看看，你爸爸高兴啊，哦，太好了。还有一个不情之请，那您说，我们两个人都是70岁了，是这个周游世界，我想跟一个比我小30岁的女人一起去。老爷子也有点没溜、啊、上帝乐了啊，说到做到，满足吗？走你，这是一挥手，哦，你爸爸100岁了，把他变大了。这上帝这脑筋急转弯，这是、啊、上帝说怎么样啊，大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谁跟你猜谜了？这是不是好好玩？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爸爸傻了啊啊！哎，对，都这样了啊。嗯，谦儿赶紧过来了。是，妈您也来了啊？爷爷您好。爷爷干嘛呀？100了，这个不，那也不能这么叫啊。老头说别闹 啊，别闹别闹。是，儿子你也来了。嗯，我也来了。您这是要周游世界？对，是是是，你甭管了啊！哦哦，我跟你妈周游世界去玩去吧、嗯。你好好的啊！哎哎哎，您放心，我没事儿。哦，你那个工作怎么样了？还关心我？很好，我那个画的虾像天妇罗，就别提了。我还会打碟，滋滋的电磁炉啊！我还是一个企业的撞死过人啊！行了，都是我。那好那好、嗯，个人问题解决了吗？就是结婚没有？哎呀，您放心，已经结婚了，嗯啊、那就好，挺好。那个、嗯、我媳妇儿跟郭德纲还打秋千，说这干嘛呀？啊，那个不重要，不重要，孩子这都不重要、啊，不重要。那个有孩子了吗？啊，问这个。嗯，孩子也有了。那好，您踏实住了。嗯嗯，孩子是你的吗？哎，您放心，一定是我的。那没跑。老头乐了。哎，那就好。对，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啊！哎，去你吧。下面，请您欣赏《富贵逼人》，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哎，谢谢啊！刚才是高峰、栾云平啊，是啊，让他们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啊。换我们俩人来了哈。嗯、啊，我一弄这话筒，他们有人乐，嗯，可不是乐吗？我才不往心里去呢，是吧？是啊，长那么高，接树叶去。嗯、高老师不错，高老师很好啊，卖力气啊。嗯、啊，好家伙，这哈喇子，哎，至于不至于？嗯、旁边捧哏的那是我徒弟。啊，小栾，栾云平啊，对，观众多喜欢啊，啊，爱看，好多观众还给咱们编了好多顺口溜呢。哦，都什么顺口溜啊？呵，听于谦，不阴天。哦，我管天儿。哎，信高峰，得永生。嚯，卖了窗户门。嗯，听听郭麒麟。哎呦，不要爹和娘。嗯，听听孟鹤堂。好家伙！这都谁编的？都是热心观众给编的。这哪位热心观众编的？都是自己编的。嗯，自己编的。你以为观众有那个闲心给你们编这个了？哦，你只要一看见，哎，编的那都是自个儿编的。啊、哦，自个儿、哎、挺好。说相声的这行100多年历史了。嗯，出现了很多好演员。是，有的红了，有的不红。哦，没红。你看是不是？是啊。你看有的粉不筋的，啊，没红透。有的呢。绿不筋的，这怎么回事？哼，看我干嘛呀？不是，
就想啊，就哎，就为什么这个演员会绿不劲儿是吧？啊，您好好想。是是是，这就是每个人的艺术不一样。哦，当然了，嗯，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命运导致。哦，这是命，这个东西不是迷信呐，是吗？不是封建迷信。那过去人讲话，这个人在命在运，嗯啊，包括你这命里边走五行。哦，金木水火土，这是五行。哎，郭德纲木命。木命，郭德纲就是筷子木命，还是筷子木命？筷子木命。哦，哎，侯震，侯爷，主持人侯震，什么命？哎，烟通火命，这叫蹭点火苗。哎，嗯，孙越，他呢？薄些土命，搓土的。哎，于老师，我马桶水命。呵呵，怎么就单我这么脏啊？就说这意思啊。嗯，你说你比如侯震，侯震都知道，主持人侯震啊，我师弟，对，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没错，我师父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嗨，这位是遗产，侯爷，嗯，相声世家，对，这个命里边带火啊，这是火，烟通火命啊，要火，确实，而且你说，就这个人太可爱了，侯爷，就你们都认识侯爷哈，都知道侯爷嘴碎。对了啊，但是侯爷很善良，哦，人好，尤其是我们那弟妹也特别可爱。你看哪弟妹都可爱，你，哎，这还好说心缝里去了啊。嗯，侯震这媳妇儿怎么样？单纯善良，人好，大脸蛋子。我跟侯爷一个风格，啊，大眼珠子也这样。呵。他们两口子睡觉躺那儿，嗯，炕上就跟俩盾牌似的。好家伙，摆枕头上了。嗯，俩人好之极，长都一样。结婚这么些年了，嗯，还跟新婚恋爱是一样的，感情好啊。就咱们站边上看着，就觉得很感动。哦，啊，没事了，带媳妇玩去，出去旅游啊？啊，还找我呢。嗯，师哥，哦，我跟弟妹出去玩去，都玩什么好呢？瞧，还挺像。我还给他讲，啊，喝茶呀。哦，吃饭呢？嗯，荡秋千呢？这都是您玩过的，是吧？行了，别提这个。两口子去了。哦，两口子蹦极去了。没听您的啊？蹦极去了。啊，站在那上了，多高啊？那是得高啊！吓死我，他也不敢啊！啊，哦，人家两口子就玩这个，胆儿大。侯爷还劝他，嗯，就这现在玩，是吗？再过四个月，你说你生了，咱没法玩了。再四个月就生了，还玩呢？嗯，好家伙，胆儿太大了。侯奶奶站在那儿，嗯，我害怕。那就别玩，我不敢往下跳。哦，再一个，我今儿吃的炸酱面，这怕什么呢？我要一跳下去，我能吐一下了。哎呀，面条、菜码、蒜、炸酱、青豆、黄豆、黄瓜丝、胡萝卜丝，我都能吐出来。好家伙，吃的还真全。侯震得劝他啊，你干嘛不跳？这是一个人这叨了呢吧？这是，怎么都一个味儿啊？两口子嘛。哦，侯爷侯奶奶嘛啊。哦，侯爷劝他，凭什么不跳？嗯，花了钱了。哦，花钱。哎，就不跳，我害怕。好嘛，害怕也不行。嗯，老话说得好，怎么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什么意思？侯奶奶说：“你拉倒吧。”怎么？朝思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个乱七八糟，经历有万重山。谁听得懂啊？你说什么呢？啊，道德三皇五帝，国民夏侯商周五霸，行行道春就，你还说点正事儿不跳了？侯爷真急了啊！花完钱了，对呀、啊，下去！哎呦，推下去了，嗯，啊，下去了，那总算跳了。一回头，侯爷看见工作人员了，啊，你拿个绳子干嘛？啊，没绑上就给推下去了。哦，怎么样？水面上一个大盾牌，啊。旁边都是炸酱面，好家伙，下一人也别跳了，嗯，吐得那么碎，好家伙，云是好啊，这都是我们好哥们儿，哦，这好，哎，那当然，一个侯震，嗯，一个谦儿哥，啊，又套我了，这都是我的最爱，您客气，我们真拿他当自己的亲哥哥一样，是吗？你看我老侯高峰跟谦儿哥，我们一出去，嗯，有点什么事儿，先听于老师。就我长几岁，你包括我们吃饭往这一坐啊，这菜单搁那儿没人点菜，非得他，这尊重我。服务员来了，郭老师啊，吃什么呀？啊，于老师定。哎，对，尊重是。
侯老师，您看您吃点什么？对呀、啊，侯老师也，于老师定。嘿，哎，高峰老师，您看您点菜，哎，于老师定。哎，服务员看看他。是，于老师。嗯、啊，要不您洗洗屁股吧？干嘛呀？什么意思呢？他们仨都说吃于老师定。好家伙，是这意思吗？你，我都没听说过你。不许乐。哇哈哈！改天请你们吃饭，好不好？哎，行，咱们听于老师，于老师定，好吧？别介，您定，您定。哎，您还客气，客气。我没工夫跟你们吃饭去，我得荡秋千、喝茶、看电影去。好开心啊！真的，干这行说实在，交钱我都愿意干，真的。我不愿意干。往这儿一站，这一瞧见我发自肺腑那么痛快，哎，高兴，那是说了天亮我都愿意啊！哎，对，啊好，你们早歇着。哎，这回来，您这不能走啊！就爱跟谦哥在一块儿，关键是感情在这儿。是，认识20多年了啊！我认识人家那会儿，实话实讲啊，嗯、啊，我那会儿落魄之极啊！你们老提这个，人他那会儿就已经小富婆了，嗯。我男的女的我小富婆了小富了小富女了不是没就很有钱了那会儿不到我20年前我各位我在北京我有时候哎呀这些人营养不良我要补一补哦我说吃个火锅吧啊点一锅子涮点白菜酸菜丝儿啊哎那个蒿子杆儿都青菜柳树芽儿哎曲麻菜全是野菜过生日才加块豆腐你瞧我就惨成那样啊当年于老师人家那会儿人家那个火锅好家伙、嗯、本来那火锅就外边一层纯金镀金火锅金火锅哎呦那锅里那东西好家伙啊、嗯、什么什么呀腰子肾、哎、那就类似就是这一锅牛的驴的羊的马的猪的坐在屋里坐在那儿甭吃街坊在外边好叫谦儿跟屋炖尿呢那没听说过这干嘛这么骚气呀、啊、我这大补啊我光补了味儿怎么办呀那个顾不了许多咱跟人比得了吗啊我当年落魄的时候我穿那个西装都塑料的塑料西装那我那个帽子是地板革的还是塑料的我的大衣是宣纸的还薄啊下雨我都不敢出去怕湿喽对人谦哥人家咱不说别的人家那会儿裤衩都貂皮的我太热了吧我撒泡尿40来度好家伙捂的这是你不服行吗是体温上来了啊咱我那会儿啊为了工作为了吃口饭、啊、一天到晚在北京各处奔波人家没有我不用人家就是吃喝玩乐啊天天玩啊哎呀人家也有公司啊天天赔钱不往心里去啊，不在乎，坐在办公室里边，嗯，10多个助理围着两边，哦，大板台这一坐，叼着烟卷，我这作死呢，我这办公室后边大匾啊、哦，4个大字写着“大展黄图”，黄图啊，我干嘛呢？跟这儿叫什么？大展红图啊，大展红图，对。我那会儿给人说相声去啊，嗯，10块钱一段我就干，啊，便宜。于老师那会儿，人家90年代，人家1000块钱一段，我就贵点儿啊，坐在屋里，我得出去找去。您要演出不要？嗯，您这庙会用人不用我来？哦，人谦哥，人坐屋等着，等活。他的助理出去给他去谈工作，是给他谈演出，经纪人吗？哎，弄那个小名片儿，啊，哎，写上于老师联系电话，找酒店往门缝塞。我那相片穿着裙子吗？哼，干嘛？我这还是大展黄图啊！我这不是就是人家这个不当回事，他就怕工作多，那累啊，工作大是耶？什么呀？人家不在乎这个，人一天到晚就是玩啊，啊、哦，对吧？天天这10个保镖伺候着，是走咱们玩去，哪玩？看车展去。看车展就喜欢看车展哦，那车展里竟是那个卖汽车的大姐姐们，是美女，哎，各式各样的啊，就啊，站在那个车旁边啊，
这好，孙悟空和奥特曼站车边上，咱也不懂啊。哎，有的地儿那车展那个大姐姐还身上画画，人体彩绘，有吧？有，呵，站在那儿，于老，啊，哎，太好了啊，画好，哎，高兴，爱看就爱看，嗯，看车展一会儿出来，买瓶奶喝，嗯，啊，我看馋了是怎么着我？什么话这叫？废话，我这怎么勾连的？这是就说这意思啊，人家想上哪儿上哪儿。啊！突然间坐在那儿，我要去非洲，我怎么了？我就要去非洲，我要看动物大迁徙。哦，那个地儿叫坦桑尼亚啊，是，我要到热带地区去。坦桑尼亚，高兴，说走就走啊！你说这个玩意儿，咱还得犹豫啊！我去一趟保定，存3年钱，至于不至于？人家上非洲，当时就走，站脚就走，棒球帽、大墨镜、小背心、裤衩、拖鞋 啊！那地方热，走。开车奔机场，哦，嘿，坐了机场里边高兴，嗯，指着窗户外边，是瑞雪兆丰年呢，哎，啊，冬天去的呀，这是快圣诞了吧？这就啊，好家伙，我再冻死在那儿，不是，就说这意思，到飞机上好换呢，哦，哎，到飞机上这到机场呢，说实在的啊，我头一回坐飞机时，我其实挺惭愧的，怎么了？也不摸着门哪儿过安检哪儿，我就都不懂啊。哦，就打瞎乱了。好，人家谦儿哥到机场跟到家一样，就那么随意啊。这一过安检，等着过安检，嗯，那前面还有那个矫情的呢，是吗？凭什么把鞋还得脱了呀？哦，凭什么还得把外套脱了呀？嗯，就像我那样的都不懂。哦，就不脱。哎，人于老师站在那儿踏踏实实的啊，一丝不挂。光着了，我倒不用他劝是吗？那是，啊，倒是也有人伺候。哎，来几个机场的警察给摁在那儿啊，哎，逮起来了，强行给他穿上啊，还得强行穿，就是有钱呐，嗯，羡慕人家呀，真的。我当年在北京，我印象很深，我租了好多年房，租房住，就是住在南城一带，哦，就那个小平房，是，哎，净租那个坛子胡同闷三爷的房，那坛子胡同是得闷三爷，嗯，那个马桶胡同抽二爷的房，哎，对。嗯，匡胡同寇大爷的房，好家伙，这都大不了。那，嗯，人家前门人有四合院，哦，赛金花办公就职，我闻着味儿去的。嗯，啊，你看人你不服行吗？人家，我上那儿办公的。哎，住腻了，说出国去玩就玩去了，就旅游去呗。羡慕于老师啊！哎，一拍脑门啊，当时，啊，哦，走，出门，我又上哪儿了？上阿富汗住些日子。我上阿富汗住下了。阿富汗呢？啊，哗，飞机落地。嗯，于老师出来了。阿富汗有家，啊，有房。你这玩意儿你不服？嗯，哎，往外一走到海关这儿，阿富汗的海关啊。嗯，先生一号。这是阿富汗，这是保定啊，这是。我不会说阿富汗方言。啊，先生你好，先做个核酸检测。嗯，我还是没逃过去。我这个。哎，把着于老师这鼻子眼儿哈，啊，这好，他这歇钉子呢是怎么？哎嘿，再拔出来啊！嗯，啊，恭喜于老师，怎么样？哎，没有问题。啊，是，连鼻子都通气了。嗯嗯，身体很健康。那是。但是很遗憾。怎么？嗯，这个阿富汗政府征地，您的房给拆了。拆了，你让我做完核酸，你这，啊，万幸你不没出海关吗？是吧？哦，于老师，那抱歉的。嗯，还有房呢。我又哎，索马里啊，我奔海盗那儿了，改签啊，奔索马里。哦，哎，到索马里一出来，嗯，海关等着呢。于老师，哎，好，啊，来，带走。好家伙，没想到海盗也那么讲究。嗯嗯嗯，通完了，您是要回家啊？是。您那房啊，前些日子海盗啊存炸药来着。怎么了？存炸药不要紧呢。嗯。他们跟那儿抽烟，他们是这样啊。嗯，那是我在那儿抽烟来了。哦，因为您那屋点了着了，现在平了，我们都扫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了，那就没房了呗。所以说这儿没有您的家了，那怎么办？那走，换地儿改签。还有房，津巴布韦。我上津巴布韦，因为没有比津巴布韦更穷的国家了。对了，我也想，我先离开这穷地方行吗？哎，于老师到津巴布韦啊，到津巴布韦一落地，得到一好消息。嗯，什么？这个地方不用捅鼻子眼了。哎呀，太好了，这地儿是做肠镜。行，我这回全痛快了啊！于老师高兴，啊，太好了！哎，还行，
行了行了，这别去、啊、我过关的时候刚穿上啊。嗯，坐长镜啊，哎，进八部委的人嘛啊，哎，大大管子哈啊。走你，这是坐长镜的，这对 对, 对啊，这不通下水道呢吗？哎，没事，坐先坐长镜哦，然后于老师您转过来头冲这边干嘛？胃镜去，先坐胃镜，那也得，反正是一根管子，不重要、哦、好家伙，就不换。哎，这他一看这又不能带，可不是不能带吗？换地儿吧，坐完了换地儿的，换地儿也痛快痛快得了，我就图这去的。哎，还有房，我又上哪儿了？西伯利亚。这哪儿穷哪儿冷，我去哪儿合着？西伯利亚啊，地广人稀，没人。于谦跟这儿这大别墅，好家伙，就那儿有房。您活得比乾隆皇帝还滋润，那真滋润吗？乾隆皇帝那个卧室10平米，小。于老师在西伯利亚这个卧室1400平米，这么大卧室，而且没有房顶子，那就是住空场上了，就是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我还弄一院墙干嘛呀？那我哎呀，都是您啊啊。方圆没有什么街坊，就是没人。但凡有一个街坊，那就是了不起的亿万富商。是啊，哎，这个地儿太棒，有钱人。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让人觉得遗憾了。哎，因为他这个地儿啊，啊，太冷了，就是冷啊，所以上洗手间不方便。我上洗手间有什么不方便的？因为它太凉了，那个地儿。太凉了，能怎么样？他6月3伏的时候是-85度。我上那儿干嘛去了？我彰显实力。彰显实力怎么彰显？有钱呀、啊，于老师有钱，这个地儿没有房、啊、让人笑话啊。但是唯一让您觉得不便的地方就是这个上洗手间。怎么不方便？哎呀，人呐是动物、嗯、啊，有进就有出，是这很正常。 谁也不能说因为于老师上洗手间看不起他，是这个就不讲理了，是不是？又何况于老师在那儿的洗手间啊，3000公里大，这个比我卧室还大。嗯嗯，也没有盖儿。那肯定没有盖儿，卧室都没盖儿，厕所弄一盖儿干嘛呀？嗯嗯嗯嗯啊。但是有一点，各位，您，我也不知您哪位是科学家啊？啊，因为这么冷的环境下，如果您您去方便一下，哎，然后比如说，怪害臊的。嗯，好害羞，好害羞啊！你先别害羞，你先把我说明白了。嗯，怎么了我这个？你呀、啊，你比如说你肚子胀，你要去方便一下啊，接个大手。哎呦，好肮脏啊！你肮脏什么？真的，我一沾说这个，我就觉得臊得很，真是我。是，我也臊得很，但是我有好奇心，你知道吗？哎呀，你怎么回事？你说，别看你没念过什么书，还知道不少科学知识。哎，对，你就说吧。于老师去洗手间方便。啊啊，就很雅致嘛，冰天雪地的啊，这叫雅致。小风一刮，心情很舒畅。哦，于老师到这儿蹲好了，嗯，苦叉，啊，苦叉。行了，这不用学这声、啊。之后呢，由于气温太冷，它会冻上。冻上。这个啊，炫富的机会来了。这有什么机会呀、啊？当地人每个人出来都会带着一根棒棒，这干嘛用啊？这棒棒啊，随时方便的时候，嗯，这是啪，你往那边打行吗？你要在咱们这儿，您可能认为是啪骑着马呢，是吧？不，不是，不是，在西伯利亚不是干这个事的哦，随着打，随着方便。哦，差一点儿这就用不上了，哦，就没这机会了。哎，对了，哦，有花梨的，这个有紫檀的，这不糟践东西吗？这不是有金丝楠的，嚯、哦，有黄金的，有象牙的，好家伙，这是当地人炫富的手段，他们靠这个，那是每家一出门都有这个啊，这有一套，还搁套里。行了，别放粪了，别放，多恶心呢！这个哪位来的都是啊啊，请，别客气了，哎，行了，
好家伙，你啊，行了行了，太难受了，你这干嘛？要这个啊？你光姿势那么帅也没用，你这太难受了。实用性很强，这个人人都得带着他出去。人人都得带着他出去，都得带着出去，那就没有忘的时候吗？有。对啊，你说这不方便，你倒拿这，我都不好意思拿这玩意儿。你拿这个，我没带，人有忘的时候怎么办啊？出去太慌促了。对了，没带着怎么办呢？找别人借。这玩意儿也能借？哎，于老师跟这方便面没带。对了，忘了。大姐啊，记着，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我们俩蹲一块儿了是怎么着？这大姐不是，您也大姐啊？这时候你说什么文言呢？你你就说接大手不是就完了吗？借您的棒棒用一下，这还挺文。哎，人家也很高兴是吗？姑娘啊，这我成大姐了，给你，他会递给你啊。哦，他递。递的时候你都是有规矩的啊。哎，这还有规矩？你要留神，因为他递的是愣啊。嘿，嚯，好，是吧？这玩意儿没闪子在嘴里边杵一下。对呀、啊。嘿，都是这样啊！你得往后让一下。哎，这是得让一下，让一下，叼他这腕子，哦，抓他手，接他手里边，就不用亮相了。哎，再啪，行了，完事再还给人家、哦，谢谢，人家再接过来。嘿，行，我们俩倒谁都不嫌弃谁，你这点好。嘿，行了，媳妇。我不借，我想着点带着就完了。啊，不是，你先等。反正我实在弄不清楚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大好奇心呢？啊，自己没带可以找别人借。地溜。您说那荒郊野外的西伯利亚那地方，嗯，要没人怎么办呢？包场。就一个人。就是于老师。哦，自己。大富商于老师。别提这个。一个人，哎，闲情雅致来到此处蹲好了。对。裤衩。完事儿了，没有人，没人，对，不用亮相。这，哎呀，哦呀，行了，哦，你要干嘛？哎呀呀呀呀呀，啊，那也没办法，有不主意吗？也难不住于老师，怎么办呢？恶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哎呦，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怎么办？于老师噌就站起来了啊！找一旮旯一使劲，我怎么着？把他坐进去。我去，谢谢。后来啊，这个别后来了，我还没离开西伯利亚呢。就是一说一乐，你这那个听相声的，您各位水平都比我们要高。是，这台下藏龙卧虎，高人啊。我们呢，特别普通的民间艺人，嗯，大伙儿一高兴就行了，一出门这些个都不用记着啊，图个乐。因为台上说的也都是假的，可不是吗？那你这些个，反正有真有假是吧？没真的。还说呢？你瞧这个人，这就没劲了，知道吗？怎么了？你看人高峰说的都是真的，怎么到我这不是真的了？高峰有什么真的？老高啊，老高，快来，来，高峰，你说有什么真的？来吧，高老板。哎，您客气。我说的都是真的吗？完全属实。你看，怎么样？哪儿就完全属实？咱们吃饭是不是于老师定？没问题。那对。说的什么也不，高峰是我师弟，对对，我们仨呢，这个不是一个师父教的，没错，哎，但是按这个辈分来说，我们是一辈的，哎，是平辈的啊。他师父是著名相声爱好者呀，哎，您先等，到您这说话就别扭，怎么老艺术家啊，老艺术家，对对，他是师父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哎，王二先生，呵，你听这名字像艺术家吗？怎么着？范振钰先生，范振钰先生，哎，犯了罪，镇压在监狱里边。哎，没有，别瞎分析，没有吗？哎，就是范先生，范先生，对，范先生，我们爷俩关系特别的好，没错啊，受了高峰，嘿，啊，我的荣幸，哎，这是感慨啊，是吧？范先生也离开我们很多年，十几年了，是不是啊？嗯，这一晃十几年，这是哎呀，感慨，这个好人不长，那个，嗯，
祸害活千年，不是您什么意思？什么话你这叫啊？不，您这说着让我们听着别扭。要尊敬老前辈，那是应该，是不是啊？嗯，那、这个跟高老师一起合作这么多年来，其实有时候我很羡慕他们两个人。啊、哦，我们两个人怎么了？他俩人离得近，哎，关系也好啊。我住在北京紧北边，是是啊，他们俩住在北京紧南头，大吊脚啊。这个你要干嘛呀？这我想想就开心。什么事儿？您说说。就是哥们儿交情怎么能好？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好。哦，因为这样啊！你说我在北边，我吃完饭说找谁遛个弯儿啊，没人住我那儿，都太远了。人家他们哥俩，哎，出来出来出来！哎，我们就有伴儿。吃饱了，俩人小区里边一遛弯儿，嗯，多好啊！消化消化食。哎，我特别羡慕。是，有时候他们俩出去遛弯儿，也净瞧见好玩的事儿。哦，您还知道？那是都传开了。嗯，俩人走着走着，小区里边有一个小狗的便便。嗨，您说狗屎不就完了？要有公德心。对，遛狗的时候带着小铲儿，带着塑料兜，哎，给收拾了。你弄一下子，这不像话呀！就是这东西不是西伯利亚。嗨，如果说西伯利亚冻上就行了，他这玩意儿全连着、嗯、啊！好家伙，得有三十来斤这一摊。嚯，小多小狗的便便啊！谦儿乐了，嗯，高峰，敢吃吗？敢，这什么人性这是啊？高峰，高峰那是正人君子老古板啊！当然了，咱们说话能不能说点文雅的东西？就是、哎、留神让人听见举报去，让人笑话。于谦儿说：“这在台下谁举报咱？嗯，对不对？你要敢吃了，我给你10万块钱打赌。”高峰气坏了，不是钱的事儿，你可看不起我。嗯嗯，你可看我就是最要强的人，就是了吗？计时。哎啊，这好嘛？我看这时速还挺快，我还哎呦吃不了，嗯，没带家伙，对呀，那就完了，对不对？嗯，凑合吧，凑合，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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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连地都舔干净了。哎呀，我都那么饿呀，我、嗯、吃完了，谦儿，给10万块钱。哎，这说好了的，谦儿乐了，嗯，谁出来遛弯带10万块钱呢？啊，回家给你吧，开始耍赖。俩人又往前走，嗯，又看见一堆小狗的便便。怎么那么些个？嚯，多日子没拉了，这是。嗯，俩人站着。哦，嗯，亚拉索，别唱，哪儿那么高啊？哪跟哪儿啊？高峰说：“谦儿，嗯，你敢吃不敢吃？哎，翻回来了。你要敢吃，我也给你10万块钱。”就是，谦儿乐了，他、啊、就把勺掏出来了。呵、啊，我还是人家机灵啊，因为赶紧吃。对，谦儿胃口不好，是是啊，吃凉的醋心也省得弄一手。那是，嗯，我是讲究，那错不了啊。嗯、吃，把地都咔哧干净了。哎呀，哎，高峰，呵，给我10万块。哎，高峰乐了，你没带10万块，我能带10万块吗？多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咱俩扯平，谁也不给谁，请请。合着我们一人弄一肚子屎就完了，是吧？我们俩出来就为吃这个来的，是吗？像话吗？您这都一说一乐，因为观众爱听一点啊，演员背后真实的事情。不，这不是真的啊，这可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哎，没这么回事。我更正一下啊，对，剩了一口。嗨，就这点不真的。嗯，挺好啊。是，天儿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啊。嗯、观众们呢，今天挺捧咱们。哎，当然了。高老师，要不给大伙儿唱一个什么？哎，可以。啊啊。我早就准备好了，我给大伙儿唱一个。你唱一个这个，我估计你最少将近一年没唱了，还真是这样。但是我天天练。你给大伙儿唱一个现代戏怎么样？就练的这个，嗓子特别的好，没错，特别冲。嗯嗯，哎，就那个哪个？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打我手背上怎么样？最拿手的，练过这个，我给你帮忙。怎么帮忙？哎，咱俩人唱。我给你唱前面，要学那泰山顶上。哦、我，你唱一轻松。哦，高腔是我的，怎么样？没问题，好不好？没问题。于老师，一会儿您给我说说。哎呦，您太客气了，机会难得。我这欣赏，没听。要唱京剧啊？您起高点啊、嗯，高一点啊，起高点、啊。要学那泰山顶上，就是这词儿。嗯。要啊，我不是拦您啊。你说，您这人不听劝，怎么？我说，要求您稍微起高一点，你起这么低，我唱着不痛快。是不是？起高点，我这个调门就不再高点，算我求您了。你看，再高点。要，你舍不得唱啊？是怎么着？好家伙！我让你起高点，高老师，高老师，不认真，我这都听明白了。不认真，我不是不认真的事儿，我得拦您一句了啊！您什么意思？他这调可不低了，您可不知道后边还有一
翻八度唱，这最后面那是最高的，这都不算什么。他这不，于师傅，你别比划了。怎么了？跟你有关系吗？我这不他唱前头，我接后头，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我也唱。你在这儿，你这跳芭蕾舞来了是怎么的？没有，我这不提示。就对了，今天是你们俩人合作20周年，是这意思？大喜的好日子啊！今天我让你啊，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啊，看玩意儿吧。哎，你留神那貂皮裤衩。啊，嗨，没事，我都坐回去了。来吧，哟，再高点，哟，再长一调，哟。再来来，哟！谁踩着你了似的？你找别人，我来不了了啊！尽你所能，没法定调了。哎，哟！哎，勉强，这就可以了。雪呢？泰山顶上，划了牌来了这儿。来，你轻松，一轻松，注意啊！我听着。松啊，小谭元寿，哎，谢谢。谁跟你握手了？要脸不要脸，还伸手握手呢？你这人都看见了，你先伸的手啊！我伸，你弄清楚，我伸手是让您别跟这煽动观众了。哪儿啊？就谢谢谢谢。唱多好啊！好什么呀？我听见什么了？就唱多好啊！我们让他认真听，他不听。我听了，我你唱了吗？我就听。怎么没唱啊？什么玩意儿？没听清楚，没听见。咱白费劲了，人没听见啊？他呀没听见什么？他没听见啊？耳朵都震聋了，你看调门太高了哈，震耳欲聋嘛，是吧？嗯，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太棒了，穿林海跨雪，这玩意儿都真的假的？这是气冲霄汉，没问题。穿林海跨雪，气冲霄汉啊！认真听啊，啊穿穿穿穿，好，地道。林海，你看看。跨雪，还有口技，记住。笑汉来，完了是吧？啊，注意啊，来吧，笑汉呐。谢谢，多谢大哥，谢谢。这回他们是如何那个听美了，你看听出好来了。你看见我什么了你就听美了，那就是你乐了不听美了吗？我乐了就是听美了啊！我这笑话你呢你没看出来吗？凭什么笑话？你挺认真的。哪儿啊？您这还耍腔的笑，还您这都便秘的腔，您知道吗？你这路词儿我们不爱听啊。不是，去趟津巴布韦就好了。你哎呀，你还有西伯利亚，我唱这不挺好的吗？哪点不好？好什么呀？哪点不好啊？哪儿都不怎么样。这人都什么全看不上，你怎么弄？你这是外行，咱们再来一个吧。再来一个，我就爱跟你唱 啊。我也爱就是跟您唱。哎，咱们来这个啊。啊，好，听了啊。你瞧瞧，都开始了。嗯。哦，这武戏，唱吧。哎。走，什么戏？您这是？啊、我不走哪儿？你早说呀！我忘了。您再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啊！啊，《红灯记》哦，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来吧，认真观察、啊。我听着呢。哎，这回彻底没声了，这回。嚯、哦，好鞋！好、嗯、好好好好好，太棒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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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懂行的观众们，谢谢。哎，当然了，哎。这回怎么样了？声情并茂。你瞧，他还老让我给品评一下。你给指点指点，指点一下啊！哎，谈不到。你要说评价一下您这个艺术，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汇评价啊？您说，蛋疼。你说我们挺认真的，你这都什么评？什么玩意儿？你是不是刚才下刀的时候拉歪了？你不是拉歪了，他来不了啊，别人啊。这玩意儿啊，不客气跟您说。您讲，这要搁一馒头，狗都能唱，知道吗？哎，等我拿馒头去啊！哎，回来。哪有他这里头？不是，我跟您说啊，这一般人真来不了。谁都来得了，咱甭说别人，你能来吗？谁都来得了，我怎么不能来、啊？那太好了，大伙儿鼓掌，让他来这个。你来，你躲开。你说这叫抬杠，弄一高腔，你说我唱不上去，嗓子条件有限，这不出声，谁不行啊？看事容易做事难，来吧。于老师准备好了吗？问你呢，啊，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这什么态度？是一个调门吧？
嘿嘿，啊，哎，行嘿，你吃了猫头鹰了似的，吃那玩意儿什么动静呢？你在小区遛弯吃什么了？哎，像没有，没遛弯去，压根儿就、啊嗯嗯。来吧，准备好了啊。嗯，啊，行吗？这调门啊，再高一点。哎。很熟啊，尽你所能啊，呵呵，行好，来了啊，来吧。提前公职到领间，不由得本宫虚心前站立宫啊门。来这，多好，戛然而止，就等你了。来来 ，please， it's your turn。阿里嘎达，高达尼玛斯，他往这道谢来了。先客气客气。哎，来来呀、啊！你不谁都能来，哥哥馒头狗都能 来。可能是没有馒头吧？对呀、啊。你嘿，来、啊！哦，你们这意思，我你是以为我真唱不上去的、啊、哦。来，怎么样？哎，我就是真唱不上去。哎呀呀呀呀呀！吹呀、啊，不谁都行吗？废话，没什么、啊。废话，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哪点缺德了？本身这段调门就高，是不矮啊。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啊，那真正到高的时候，谁都唱不上去。哎，要不然我试试。你瞧，有型的，好，好不好？你试试，你唱，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嚯啊，胆不小，高点起啊！好好，高点起，小好吧，来吧。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着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真好！嗨，你捧我干嘛呀？哎呀，哎呀，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好家伙，你甭说这废话，接着唱，再来，站立宫啊门，叫小凡。谢谢啊，那个一说一乐的事儿，各位也都是老观众、老朋友们了，老听过、啊、是对。今天演出的是部分的德云社演员，是叫他们出来，咱们再聊两句啊。好、嗯，我有这么些汗吗？我啊，嗯嗯，你看。要说我这个卖力气啊，嗯嗯，哎呀，这个时髦君真是可难受了。你们，我们打那边依次介绍一下啊，那边是高峰高老板，大胖子是我徒弟杨鹤通，旁边这是于老师徒弟我干儿子冯兆阳，哎，这是我徒弟周九良，主持人是我师弟。哎，少侯爷侯震，啊，那个行，这是不错啊。哎，没完呢，谁呀？还落两位呢。哦，嗨嗨嗨，行，也不是外人，不用介绍了啊。周九良，哎，来过来，嗯，来上这儿。哎，师傅，是吧？解释一下啊啊，注意他们为什么一见你就喊成那样？因为我好看嘛，可能。对，他好看吗？你们爷爷，就试试中医要不啊？你这你是这怎么给他们下的药啊？这主要是您的徒弟都好看，因为我们师傅就好看。嗯嗯嗯嗯嗯嗯嗯。哎，那你给大伙儿唱一句吧。哎，突然就唱了，好不好？嗯，我不知道唱什么，唱一个老旦怎么样？你。啊，学猫叫、啊，学猫叫那是干爹的。于老师已经不唱这个了啊。嗯，行，那就唱一个了。会，哎呦，龙须凤老旦呢啊。老旦了，你是会唱老旦吗？是，就会一句，就会一句。我的天哪，来来听听这一句。嗯、哎，龙须凤年几红尘。真不错，真不错。
好，好，好，回去吃药去吧，回去。哎哎，嗯，黄兆阳，快来啊！这是于老师的徒弟啊，于老师俩徒弟，郭麒麟、冯兆阳哈，我们俩人俩，你给大伙演个什么呀？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你师父在家都教你什么了啊？报菜名。冯兆阳啊，有一个特长，他这个报菜名跟别人不一样。所有人报菜名都是蒸羊羔、蒸熊掌这么来，他那报菜名是从后边往前来的。啊，因为他当初啊学的时候，他买的那个词儿是错的。嗨，啊，来两句也行，或者打算怎样？啊，那我也唱一个。好，好吧。龙须凤撵又进皇城。这个跟我师父学了好多，其实我跟我干爹也学了好多，嗯，一些唱，比如唱一个评剧吧。那好，好，好，我已经很多年不唱了，听听你的啊。钟楼更鼓一更敲，包拯心中似有焦，人在京中心在陈州道，连年荒旱土边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刀，好身横行百姓们受煎熬，又有那过酒旁遇暗造反，聚草吞粮把兵招，失望绝路当报销，平叛乱救黎民迫在眉梢。以后一定要说是你师父教的，千万别说是我教的，可以说词儿是我给的，签儿板眼都是你师父教的啊。嗯，大胖子，快来，哎，好，回去吧。哎，好嘞，别回去，别回去，来什么呀，孩子？我也没准备啊。我你会什么呀，胖胖？那我唱句花脸吧。好家伙，这是。你过生日是怎么着今儿啊？来木虎关行吗？好，又过了不得了啊，还会木猪木虎虎虎关虎啊。来，高老爷来日在木虎关，偶遇娃娃将谋反的宋林瑞，乃是个杨仙妹。可以了吧师傅？哪儿啊？这一听就是冯兆阳教的啊。来这杨根这个来。哎，你会木虎关吗？我来日在木虎关。来，给大伙儿唱，好好的啊。啊，那给大伙儿唱一个啊。你有什么才艺展示吗？嗯，哭一个，哭一个。师傅，咱是干这个的吗？哎，看给多少钱了。那是我们的。啊，来。倒不在意，你说，嗯嗯。跳一个，你这要求有点高了。那都刚才都唱戏唱评戏的，对不对？我就别。那你来什么呀？我怕我唱不过他们啊。啊，我来一个刘文歌吧，好吧？可以，好，两分钟啊，就唱两分钟，好吧？是吧？你已经过去一分钟了啊。谢谢啊，回来，再给我两分钟。对不起，说我从来从来。再给我，我唱不了了。快来，邓少爷啊！来，这都认识啊！谢谢的。栾云平啊！是。哎。这个给大伙儿表演一个小节目吧。这个我们确实在弄一节目，这个孟鹤堂啊、周九良啊、秦霄贤，我们正在弄一个小歌，等我学会再给大家唱。谢谢大家，是吧？他是个快递小哥，嗯。来，往前站吧，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大西厢啊。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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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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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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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走过三里桃花店呐、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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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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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店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哎哎哎，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哎。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哎哎哎哎呀，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